用的歌迷呢，真的是已经非常的独厚了哈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台中哎。哦，所以一直要再继续唱下去也没有了。其实真的很喜欢台中。你跟台中有特别的渊源吗？有。当兵还是什么？不是当兵，就是因为刚刚说了我的老师，对他来台他来台中之后，我常常下来帮他就是带学生。哇！对。哎，老师今天特别来支持你耶。对啊。好感人。我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说我马上记到我行事历里面。哇塞！对，好感人，老师。很感动。这个小朋友以前乖不乖？很乖哦。他说谎。会不会翘课？老师有怀疑了一下哦。高中不会翘了。不会翘课是不是？好啦，都是大学在翘。自己讲了就好。今天呢，很谢谢就是台中现场的歌迷朋友。真的谢谢你们。那我觉得他需要一点时间擦汗，让他。你们有见过这么湿的人吗？真没有。我刚刚访问他，我一直很想说，哎，要不然你到后面去擦一下再出来好了。真的，让他擦一下汗再上来为大家讲。因为我真的感受到大家的热情。有。真的。我表示说，又姐是有运动的人。有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也是一个很专业的 dancer。对。跳得非常好。谢谢。我很期待你哪一天就是有大型的像演唱会之类的，可以又唱又跳。如果大家继续支持我，相信会有那一天。你们说好不好？如果我有开演唱会，你们要来吗？要。在台北也可以吗？哎，你那什么脸？不是，因为我台中人，我都觉得干嘛先讲台北。不是，我的意思说，如果说那你们是不是也愿意来这样？对。只有台北，我们也只好就是。你知道吧，奔波而去、啊、通常台中都是会加进去的、啊、因为是必跑的点。对嘛，对啊，因为台中老师都在这里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又太阳米可以吃。好啦，我们想给那个佑姐擦擦汗，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就依序上来排队签名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